吃过了哈，我们走过了那么多，吃过了那么多我们的米食，可以来到我们活动的现场来吃我们的五子麻辣，对不对？好，非常的好吃，对不对？
我们老板说吃起来很 Q， 很 Q， 对不对？很香，对不对？啊，吃得到我们火龙果的味道。哦，汤的、干的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干拌面、好煮汤面、龙袍家，好欢迎大家呢来去购买我们的火龙果面哦，非常的可爱，粉红色的哦。好，西夏农会呢，哇，摆了满满的，到底是什么荤汤面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主推是哦，地瓜面。韩吉的哈，韩吉的米色，好，非常的好吃。那我们这个面线呢很细，对不对？所以水煮大概五分钟就可以起锅了。40秒，哎呦，我都惊艳了。这个韩吉的这个米色，40秒起锅，口感一级棒哈！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信息乡农会。好，来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到的是我们福星糖糯米。吃起来口感怎么样 ？Q 弹是不是有可破吗？没有啊，开玩笑啊。Q 弹好吃又弹牙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的长糯米，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去到活动的信箱农会。那也来到了我们田中镇豆米产销班第10班，哇，那我们在桌上呢摆满了好多黑米的植物奶，以及我们黑米香的一个果酱，对不对？田中镇稻米产销班第10班，那最高地的最有特色就是你的。的黄豆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想要喝豆浆，自己在家里面现磨哈，就是来选择我们的大生黄豆。欢迎大家呢，可以一。谢谢。